同样在鬼屋，差别咋就这么大呢？有人直接打气，两个人抓我一个都抓不到。猫猫，出来吧，我不怕你。啊啊啊！然后下一秒，而真的王者却是阿哥，你累不累啊？我请了你的保一下。注视是习惯，保护是下意识。晚风依旧很温柔，一个人慢慢走，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，从来都没有理由躲避纷扰的借口。成年人就是不一样，绿歌词中的爱情逐渐拿捏到位。还没成年时给弟弟讲歌词是这样的，说散就散，歌词意思就是很明显，就观众前任吗？对，你也没有前任，在我们的经历来经历里面，就是爱情是友情，是友情。而当成就有那种感，就是怎么来的小感觉吧？我觉得我已经做了，这种感觉，算是爱上去的。我觉得我已经很有爱了，没有不够有爱，只要真的爱上啊。少年们的成长仿佛就在一瞬间。有的人的成长是这样的，我的草原我的马说我想咋耍就咋耍。大哥问你生日快乐，不知道生日快乐就这个眼神马上就要唱出来了，太可爱了吧。是你的歌吗？不是啊。你以为的快乐星球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实际上的快乐星球是按摩椅，当你繁忙了一天累得不行时，按摩椅便是最快乐的地方。因为它可以检测我们身体的疲劳情况，量身定制按摩的程序，而且它可以瞬间释放疲劳，不管你是刚刚下班还是运动完之后放松，身心极其舒畅，任何时候的疲劳都可以有这样的按摩机器人帮你舒适一下。尤其适合咱们努力的新时代打工人。高嘉华的按摩椅，哇，这按摩椅好舒服啊，真的是从头按到脚。小佳小佳，帮按一下腰椎，消除疲劳，工作起来事半功倍。快乐星球，快乐星球，快乐星球，快乐星球。两位挑战用锅底垫乒乓球，得知是另一队直接的 note。好，行，第五个给郭磊留一个，就差这一个了。你等下下一圈就可以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啊、那不一定，真的。那你就这么垫，如果垫不上的话就算失败。好，来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。还有什么造型是我们新星子不能驾驭的？我想借春天的光拥抱你，借夏天的风贴近你，想借秋天的夜冬天的雪提醒你未来可期，想借清晨的晴陪伴你，借眼眸的冬去叮咛，让自己跟你迈过距离，我来还给你每个消息。想 get 同款造型吗？打开手机淘宝，点击小相机就可以拍下新星子的美图找同款了。对了，搜图也特别方便，打开手机相册选择你喜欢的虞书欣美照，就可以秒找同款，用淘宝拍照明星同款秒找到。今晚新星子在天猫616开心夜又会尝试什么样的造型呢？家长就是要做个好的榜样，最开始是哥哥们先示范，弟弟们学的还比较生疏，接着还是哥哥们先示范。但回头发现有些人已反超，然后现在就由我们来教哥哥吧。